家好，这里是天啊小 TV， 我是 Muse in the Sky 听听。那很高兴啊，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那开学已经一个礼拜了，不知道大家的校园生活过得怎么样呢？我想啊，校园生活就是应该要碰到一个帅气的学长吧。那听是觉得，在那种校园里面穿着白衬衫在篮球场上打篮球的学长真的是不存在的啦。好啦，那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也是非常适合在校园里面喝的一个小饮料，那就是当当当当我们的乌柚牛奶啦。对啦，这个呢其实是韩国非常有名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吧，香蕉牛奶。那今天呢听其实给大家带来了一二三四个味道的牛奶，因为其实韩国出了很多特别的口味。那今天听呢就是一来喝喝看看我最喜欢哪个味道。那我们就先从这个牛奶口味好了，这个是就是最原始的味道，就一开始就出了这个味道，好吧，喝喝看哈。嗯，哇，就是很香的牛奶味。听其实啊还蛮喜欢喝这个牛奶的，因为它就是不会很浓，然后呢又有点淡淡的香蕉味，好喝。那听其实很好奇这个它是那个就是那个有点 melon 怎么讲，应该是那个香那个什么西瓜，不是西瓜味，是什么香瓜味吗？好，天哪，完全忘记中文怎么讲。好，没关系，那我们先来喝喝看。哦，哈密瓜口味啦，喝完就知道了。哈密瓜口味就是它很就是很比香蕉要没有那么甜，但是它又有一股那个淡淡的那个哈密瓜的味道，好喝。到了女生最爱的草莓口味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啊它这个饮料的颜色都做得非常的可爱，你看粉红色又是绿色的。好，我们来喝喝看草莓。嗯，草莓就是比较不是我喜欢的味道，因为它就是草莓就比较甜。对，好了，到了我最喜欢的巧克力口味，英最喜欢的，好，喝喝看哈。嗯，嗯，我讲错了啦，这个不是巧克力，它是咖啡口味。我刚刚觉得它的颜色，我以为它是巧克力，但喝完进去之后它是咖啡。那这个我觉得其实适合那种就是喝了咖啡啊会睡不着，然后又想喝咖啡口味饮料的人，那就很适合这个。好了，那我四种口味都喝完了，那听今天我觉得最好喝的是当当当当，就是这一个哈密瓜口味。那听觉得啊这个呢非常适合夏天，就是非常的清爽，然后又有一种甜甜的那个水果的味道，我觉得第一名哦。好啦，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夏天的尾巴喝这些好喝的饮料之外呢，也可以遇见自己的学长，好不好？好啦，那听今天的吃货放送呢就到这边啦，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今天听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饮料。那这个礼拜呢韩国又有哪些小哥哥们小姐姐们要回归或者是出道了呢？明天一起来看一看吧。那最近啊韩国的小哥哥们也是一个个蓄势待发，准备要出道了。那在 Produce 101第二季中呢，有着良好表现的林一鸣和金东贤呢组成了限定组合 MXM，也是在9月6号正式要出道了。那他们的新歌 Unmix 也是获得了粉丝们的大获好评，那大家呢还没有听过的话要赶快听起来哦。看来啊我们小哥哥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忽视呢。那在8月31日呢已经 solo 歌曲出道的郑世云呢也是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他这一次的单曲 Just You 也是获得了粉丝们的喜爱。那他也是通过经纪公司呢向粉丝们表示了感谢，那他呢也表示之后啊会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歌曲，听你啊也是非常期待了。这位啊又会唱歌又会弹吉他的小哥哥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作品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说完了韩国这些新兴力量呢，听啊也是看到很多的前辈团体即将要回归了。那在万众期待之下呢，我们的防弹少年团也是要回归了。那9月5日呢，防弹少年团也是发布了一个预告视频，视频当中啊，我们的成员志敏也是第一次以主角身份出现。这次的非常好看的画面以及好听的歌曲啊，也是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那天音啊也是很好奇，这次防弹少年团呢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歌曲，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吧。那在之前呢就已经推出了新歌的 XO 啊，这一次也是趁热打铁，在九月呢推出了他们的后续曲 Power。 那听这一次真的是要郑重跟大家推荐这首歌的 MV， 非常非常的好看又新奇，而且啊看完有一种看了一部电影的感觉。所以啊 XO 的粉丝们如果还没有看的，赶快去看起来吧，你们的欧巴可是在里面有各种神奇的力量哦，一起来看看吧。好啦，那今天的听的慢音拍韩语呢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咯。那听说啊十月初即将会有一个超长的假期，那听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假期里面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哦，喝着好喝的饮料，看着帅气的欧巴。那这里是天阿夏 TV， 我是听，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